好。对，各位解释一下，我们今天要录猫咪转转单元，可是要录之前呢，我突然发现现在有超级稀有确定，然后又只要半价。那超级稀有确定，我不确定按完之后还会不会保存着，搞不好是只有一次。哎、欸，是只有一次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看一下那个是一个。我现在好像那个下载。太慢了吧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最近都会这样？用 WiFi 会不会快一点？用这边的 WiFi。然后，总之我发现，如果这个超级稀有确定只有一次机会，我想用在福音战士。完了，现在是无时无刻超级确定哎。真的假的？他从昨天才抽过，他现在还是维持了超级确定的状态。可是这上面写的首次限定而已。没有，首次限定是半价。哦。哦。抽几次都超级确定。哦。完了。Let's 等要准备去拿平板了，要来开抽。真的哎，黑熊，你这次一定抽到啦。超级确定，哇，好猛哦！这是超级稀有，是七天限定哦。我觉得他们一定是阴谋啊。欸、那你 OK？ 你不是说你还欠一吗？对不对？你说中间上面那个挂把给了眼镜妹吗？我是没有啦。对啊，他不是超级啊。搞不好你在算了，我不要收人家课。好，我先抽。我真的不能再课了。我先抽。啊、哦，上次节目才课一个十一枪，现在又来，如果又等一下又给我来那个月球，我真的会受不了、欸。我都不能收到账单。哇，我看一下是不是月球要来了，要来了。就我上次说那个黄黄的那一个球啊，来哦，一个，二，三，我们真的是花钱诚信的，拿去买相机不好吗？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哎，不是到现在一只一把 A 把都没有哎。九，半只吧，没有，等一下会出什么？不是，我好害怕，我今天前面居然一只都没有哎、欸！你把心灵整理一下，你就是灌注你的思念，看你到底要哪一只，你不要三心二意。东方有了，东方有了，机体。好了，我坐你旁边就坐到了。好了，我看我现在，这还是有超级必中才有哎、欸，对不对、欸？只有他拿美工刀哎、欸，有什么好的？比较帅啊！真的是还你看还是有只有超级必中我才有中哎、欸，气死我了！啊、我不要，等一下要录节目了。好，中了一只，我不抽了，一比二我不抽了，就这样。不要，零号机，我看零号机如果有。大狂乱零号机就是暴走版的，那太恶心了。不是啊，它暴走是不是就很像大狂乱，就很像狂乱？初号机会暴走。哦，不，初号机暴走一下啊。那没有的话就 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适合。可以了。好适合。可以了。那恰好像他毕业了，你有录影吗？有。有，好，记得去看恰的频道好不好？恰他有录影，去看他那个机体毕业系列哈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。